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装机的检测。我说成装以后要进行什么来着？装身的完整性和装的承载力这两个方面的检测啊，可以分为啊施工前。那么施工前的检测呢，是为我们设计提供依据。那么检测的是我们的试验装。那么试验装主要是来确定我们单根桩的极限承载力用的啊，为设计提供依据。那么我们这个桩基真正施工完成以后，为了验收提供依据的，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工程桩上，工程桩那前面施工前你为设计提供依据那叫试验桩，然后啊在试验桩上检测。那么我们最终的这个验收那肯定是要在我们完整的工程桩实际使用的桩上来检测，对吧？要进行单桩承载力和桩身完整性检测。好，那么单桩啊，我们可以先说一下这个承载力检测啊，我们要做竖向抗压的竞载试验，做竖向抗拔的竞载试验。那么竖向抗压的竞载试验目的是确定它的竖向抗压承载力，判断我们抗压承载力是不是满足设计要求啊。那么通过桩身的应变呀，位移的测试啊，测定桩侧桩端阻力啊，验证高应变法的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的检测结果，对于这个还可以验证高应变法。好，你这个啊了解即可啊，了解即可。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要进行单桩竖向抗压竞载试验，那么有的桩还要进行竖向抗拔竞载试验，目的是确定竖向抗拔的这个极限承载力。判断竖向抗拔承载力是不是满足实际要求，也是通过桩身的应变位移测定啊，来测定它的抗拔这个测阻力。再一个就是我们单桩的水平竞载试验啊，单桩的水平竞载试验。还记得我前面说过，说每根桩的使命是不同的，用途是不同的，是吧？那么有的桩它是来抗压的，有的桩的目的是抗拔的，有的桩的目的是来抗水平测移，是不是？所以说对于抗压的桩，我们要检测它的竖向抗压承载力，是不是有竖向竞载试验？抗拔的要抗拔竞载试验，抗水平力的叫水平竞载试验，明白了吗？对应的是桩它本身的这个用途，目的是确定它的水平临近承载力和极限承载力啊，推定我们处的抗力参数，判定水平承载力是不是满足设计要求啊，通过这个桩身应变位移测定等等测定桩身的弯曲，毕竟是水平嘛，是不是可以测它的桩身的弯曲。好，这个都是了解的内容， OK， 都是了解的内容。那么接下来钻心法标出来了吧，嗯哼。那么钻心法取样目的是什么？检测我们灌注桩的桩长是不是符合要求，桩身混凝土的强度是不是符合要求，桩底的沉渣厚度是不是满足要求，还可以然后判定或鉴别桩端的持力层的岩土的性状，来判断我们桩身完整性的类别。看到这个钻心法它的目的有多少了吧，是吧？对于桩身的完整性，对于混凝土的强度，桩的长度、沉渣厚度都可以判定啊，都可以判定。好，那么这就是一根桩当中钻孔取样钻出来的这个芯儿呢，然后我们由上到下这样排列好啊，排列好，大家可以看上面都是混凝土，到了最后看到了吧，这就是桩底啊，这一块颜色都变了，有什么？有泥渣呀、啊，是不是啊？有些泥浆啊，所以说它是这个颜色呀，是吧？哎，这是钻心法，是吧？可以判别我们桩身的完整性。有的桩它中间是断掉的，所以说我们通过钻心法可以判定桩身的完整性类别啊，可以判定桩身的完整性类别。接着来，我们还有低应变法、高应变法和声波透射法。如果说考大家多选题，哪些方法可以判定桩身的完整性类别呢？四个方法，钻心法、低应变、高应变还有声波透射都是可以的。我们接着来，
这个目的是检测装身的缺陷及其位置。第二个，判断装身完整性类别。虽然说钻心取样也可以判断装身完整性类别，但是我们钻心取样的目的不是检测装身的缺陷及其位置。能明白？我们钻心取样无法判断那个缺陷在哪个位置。你有可能刚好钻到那个位置，那你说你钻心没有钻到那个位置，你就可能就不知道那个缺陷在哪里，是吧？低应变法是可以的。那么高应变法呢？高应变它的功能要多一些哈。它可以判定我们单桩的竖向抗压承载力是不是符合设计要求。检测桩身的缺陷及其位置，它具备低应变法的目的啊，可以判断桩身的完整性类别啊。这个桩身的完整性类别其实包括两块，一块是承载力，一块是完整性啊。分析桩侧和桩端的土阻力，进行打桩过程的监测。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后面在法规的时候还会讲到，对于设计等级是甲级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桩，我们进行这个桩承载力检测的时候必须要通过这个静载试验。但是对于设计等级是乙级和丙级的桩，它的承载力试验我们是可以用高应变法的。这就是为什么说高应变法还可以判定单根桩的竖向抗压承载力是不是满足要求。它所针对的其实是设计等级是乙级和丙级的，这个我们在后面法规的部分还会再强调啊，还会再强调。那么声波透视法的目的呢，和低应变法是一样的，目的是检测我们桩身的缺陷及其位置，那么还可以判定桩身完整性的类别。所以我问，目的是检测灌注桩桩身缺陷及其位置，判定桩身完整性类别的方法有几个？三个，低应变、高应变和声波透射法。如果说没有这个啊，检测桩身缺陷及其位置，只是说判定桩身完整性类别的方法有几个？有四个，你要把钻心法给我算上，能明白？好，那么桩基检测开始的时间，什么时候这个开始检测啊？如果是采用应变法，无论是低应变还是高应变，还有这个声波透射法检测的话，受检桩的混凝土强度不应该低于示意强度的 70%， 且不应低于15兆帕。 70% 我们在前面讲过，预制桩强度达到示意强度 70% 就可以什么，可以这个吊桩，是不是 啊但是必须达到 100% 才可以运输，是吧？如果是采用钻心法检测的话，那么受检桩混凝土的龄期要达到28天，或者是同条件养护的试块强度达到设计强度。那么这四个方法检测的时候，是吧，低应变、高应变还有声波透射法，这不是相当于是三个方法，是吧？那么在检测的时候，混凝土强度最起码达到 70% 且不应该低于15兆帕，对吧？对于检钻心法的话，要么龄期达到28天，要么同条件养护试块强度完全达到我们的设计强度。一般承载力检测前的休止时间，休止时间就是你这个桩打完以后要停一段时间，然后再进行桩身承载力的检测。不能说你这个桩打桩完了，混凝土刚刚凝固了，然后你就要进行承载力检测，那不行，对吧？啊，那不可以哈，你要等一段的时间。等多久呢？沙土地基是不少于7天，粉土地基不少于10天，非饱和粘性土不小于15天，饱和粘性土不小于25天。对于泥浆护壁的灌注桩以延长休止时间。如果说你是针对这种灌注桩的话，设计上会提这个桩身检测前的休止时间的要求的。关于这四个时间啊，我觉得大家我有必要记一下。我给大家补充一下什么叫休止时间。那么桩在施工过程中啊，打桩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扰动
周围的土，又会直接破坏这个土体的强度啊，引起桩的承载力下降。特别是那种高敏感度的这种饱和粘性土中的摩擦桩最明显。本来你是希望说在桩打到土体当中去，周围的土体被紧密实了，是吧？你也并不是说你这桩打到土体当中去，桩和桩之间的土你就不需要它，你仍然需要桩和桩之间的土具有很好的很高的强度，是吧？所以说如果说你在打桩过程当中破坏了桩间土的这个强度的话，那么对你桩身承载力是有一个削弱的。所以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啊，随着我们这个时间的增长，这个土体呢会重新的固结，土体的强度逐渐恢复和提高，那么土的强度的提高会使我们桩的承载力也逐渐提高。所以成桩以后，桩的承载力随时间而变化的这种现象称之为桩的承载力时间效应，或者是歇后效应。那么这种情况在软土地基当中尤为明显啊，在软土地基当中尤为明显。研究表明，时间效应可使桩的承载力比初始的时候要增长 40% 到 400%、有的时候能成倍的增长哈。变化规律一般是初期我们桩身的这个承载力增长较快，随后减慢，达到一定时间以后趋于相对稳定啊，增长的快慢和幅度那么与土的类型和是不是土性和类别是有关系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说对于沙土地基呢不少于七天，若越是这个软土那么休止时间就要长一点，因为你要给桩承载了一个足够的一个恢复的时间。所以粉土呢是10，非饱和，你看粘性土非饱和的不少于15天，那如果饱和粘性土不少于25天啊，不少于25天。那么结合刚刚休止时间的介绍，我相信再翻过头来再看这个休止时间，大家应该就能找到规律了，是吧？哎，好，下面我们接着讲。那么验收检测的受检桩的选择条件，就是我在工程桩上进行承载力也好，桩身完整性检测也好，我要挑哪些桩进行检测呢？一般情况下是按规定均匀和随机选择。当然如果说这个施工质量有疑问的桩，那我肯定要检测你。那局部地基条件出现异常的桩我也要检测。那么承载力验收时选择不分三类桩，我们桩身完整性可以分成一二三四类桩，那么对于三类桩我们承载力验收的时候是要选择的啊，要选择不分三类桩。何为三类桩一会儿介绍。那么设计方认为重要的桩，设计方认为那就说明这个桩和承载力是有关系的，是吧？施工工艺不同的桩，比方说我们既有泥浆护壁的，还有城管的，还有人工挖孔的，是吧？啊，那么每一个桩每一种桩我们都要检测一部分，好吧？这就是我们啊验收检测受检桩的选择条件，可以考简答题啊，是吧？有同学问我说在案例题当中这个桩基考察的概率大不大，这个它并不像是横道图网络图，这个进度管理是每年必考的，不考横道图就考网络图，这就是守株待兔型的，一定考一个。比方说造价是一定会在案例题当中考的，像这种我可以100%告诉你必考。但是对于地基和基础施工每年也一定会有知识点涉及到，但是它这个点是来自于我们技术这一部分，还是管理这部分，还是法规这部分，是来自于它检验批啊，那检验批的这个验收的数量啊要求啊，这就是属于管理那部分，法规也有啊。那么如果说是这种施工的技术要求，这就是咱们技术这一部分。反正是地基与基础施工每年无论在选择题还是在案例题当中都会涉及到，因为它的知识点的面很广，知识点很多，是一定会涉及到的，但是不一定非得在案例题当中。所以说你问我案例题考的概率大不大，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啊，不算很高，但还可以啊。好，那么特别是这个验收检测这一部分
这是19年刚刚进入咱们教材的，而且19年没考，是极有可能在2020年考的哈。那么验收检测的时候，易先进行装身完整性检测，后进行承载力检测。那么装身完整性检测应该在基坑开挖以后进行。那么装身完整性分成几类桩呢？四类桩。一类桩，完美 ,perfect, 完美的桩，装身完整。二类桩是装身有轻微的缺陷，但是这个缺陷无伤大雅，不会影响这个桩的承载力正常发挥，这是二类桩，无碍，是吧？有缺微的缺陷啊，无碍，但是。三类桩，装身有明显缺陷，那么对承载力有影响。你可能会问，哎呦，这个有影响是大还是小呢？还有四类桩，桩身存在严重缺陷，那么对承载力就有很大影响。所以三和四类桩的判定，如果影响不大的，有明显缺陷，但是影响不大是三类桩，如果影响很大就四类桩，四类桩就是有严重缺陷，那这就是失败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验收检测的时候，我们要挑选部分三类桩，看看影响程度大小。如果影响很大，你就要再重新再打呀，桩数量不够再重新再打，这个桩就废掉了，是吧？啊，这桩就废掉了哈。好，采用钻心取样的时候啊，每根受检桩的钻孔数量及位置的要求，这也是估计很多同学心中的疑惑，是吧？啊。那么如果说桩径是小于 1.2 米的这种桩，钻孔可以钻一到两个孔，小于 1.2 米，一到两个孔，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放了一个，那么这就是钻了一个，是不是 啊？那你如果是只钻一个孔的话，你在哪儿钻？那肯定是在桩芯里钻，是不是 啊？你是不是要问我这个芯多大？标准的是100啊，标准的是100的这种直径是100啊，直径是100。当然有的时候你会钻出来比它大，呵呵，那就看你这个钻芯机啊。那么如果说你的桩径是 1.2 到 1.6 米之间呢啊，最好是钻两个孔。如果 1.6 米以上呢，意为三个孔。那么钻孔位置意在距桩中心 0.15 到 0.25 倍的直径范围内对称布置就可以。就是说如果你是钻两个孔的话，那么就是离着这个圆心，是吧啊，这个距离这个桩的中心 0.15 到 0.25 倍的地，这儿有个孔，这儿一个孔，对不对？两个孔对称布。那如果说你是三个孔的话，那么三角形，是不是啊？这样对称来布。那么你们距这个孔桩中心的距离是 0.15 到 0.2 倍的 ,0.25 倍的什么桩的直径，是不是啊？这个距离还是有要求的，是吧啊，均匀对称来布置。好，这是关于钻心取样，我要钻几个洞啊，钻几个洞。好，这又是我给大家放了一个一根桩啊，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是关于什么什么工程，是吧？哪根桩的哈，都写得很清楚。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最下面的这个，它的颜色特别深，因为有一些泥渣。为什么要进行清孔？而且是二次清孔。有同学问我说，这个清孔是用水吗？还是用干净的泥浆？什么叫清孔？其实就是泥浆的置换，不停的循环啊，不停的循环，用新的泥浆进去，然后这个脏的泥浆不就被抽出来了吗？是不是啊？还是要用泥浆。刚才说了，你用干净的水怎么能把这个尘渣给悬浮出来呢？泥浆的作用不仅是护壁，它有一定的重度，是吧？它能够护壁，还有一个它有一定的粘稠度，它能够悬浮住这些泥渣，是不是啊？这些泥皮之类的，对吧？好，接下来我们介绍，终于把桩基讲完了，是吧？啊，接下来我们介绍混凝土基础。混凝土基础的形式呢，有条形基础，有独立基础，有法板基础，还有箱形基础。当然我们还有桩法基础，是吧？就是这个一个大法板，是吧？下边是桩，对吧？就是桩基和法板基础的一种结合，是吧？
如果说对于超高层建筑，绝大部分是一大块法板，或者是超高层建筑很多是箱型，因为它有地下室，对不对啊？有地下室，所以说就是其实箱型基础相当于是两个大法板，中间在中间就是墙和柱子呀，那么形成就是一个箱子嘛。所以说这样的基础它的承载力肯定更大呀，相当于你的建筑物站在一个箱子上，这个箱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混凝土体做成的，那你想想它的这个沉降啊、变形啊、强度啊、承载力啊、刚度啊都是很大的，是不是 啊那肯定比你对吧一个一个的独立基础强。所以说咱们这个如果说上部的这个荷载不大的话，可以是条形基础或独立基础。如果荷载再大的话，就将条形基础、独立基础连成一个板，那就是什么法板基础，相当于你的这个上部结构是站在一块板上也可以。如果站在一块板上还不够，还不能满足这个承载力啊、变形啊、稳定性的要求，那我两块板好不好？两块板中间再放好墙，整成一个箱子，啊，你建筑物站在箱子上可以吧？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基础其实是按承载力的要求逐渐提高的，是吧？混凝土的基础工程当中啊，分项工程主要有什么？去年考了一个门窗工程的这个分项工程有什么？所以说有的时候考的点很奇怪，每年总会有那么极个别的点是很常规，但是大家好像对这些知识点又不太在乎，感觉好像都清楚一样，真正让你答你还不一定能答对。比方说混凝土基础的分项工程当中有哪些？钢筋混凝土模板是吧？后胶带混凝土基、后胶带的结构缝处理等。高层建筑的筏形基础和箱形基础的长度如果超过40米，就要最好是设置贯通的后胶带啊，后胶带或者是后胶施工缝。那么后胶带的宽度是不宜小于800的。那么在后胶施工缝处，钢筋是必须贯通的，因为它超长了。长度超过40米的话，容易混凝土出现收缩开裂，所以说我们一般就要设后胶带。好，那么关于钢筋工程和模板工程，我们在后面会详细重点的讲，每年是必考的，钢筋和模板工程啊，基本上是必考的。那么混凝土的浇筑，垫层混凝土应该在基础堰槽以后立即浇筑，这就是为什么说如果是人工挖槽的话，如果人工挖到是基底标高不能立刻做垫层的话，那你要给我预留一部分储层。如果说你直接挖到是基标高了，就要立即浇筑垫层，明白吗？啊，否则你要下了雨怎么办？不就把基础给泡了吗？是吧？混凝土的强度达到 70% 以后方可进行后续的施工，比如说可以在上面浇筑混凝土，可以支模了，绑扎钢筋了，对吧？好，又是 70%。我们遇到三个 70% 了，对不对？第一个 70% 是我们钢筋混凝土预制桩达到 70% 可以起吊，对不对？刚刚还有一个对于应变法还有声波透射法，我们在进行桩的检测的时候，是吧？那么它的强度要达到 70%， 而且不得小于15个兆帕，是不是？而这又来了，垫层的强度达到 70% 方可进行后续的施工。好，那么对于独立基础，我们又可以叫做单独基础，那么有这种台阶式的，有锥形的，还有这种杯形的。好，那这种杯形的就是它是一个杯口，然后这个柱子是插到里边去的啊，插到里边去的。稍后可以给大家看个图，对吧？看到了吗？有个杯口，然后这个我们的上边的柱子插进去啊，插进去，然后我们再浇筑成一起啊，浇筑成一起。那如果说像这种台阶式的，大家看到了吗？台阶式的，如果说你完整的这么支好模，你怎么浇筑混凝土啊？所以说它在真正施工的时候是浇筑完一层支一层，浇筑完一层支一层，明白？好，看一下啊，可按台阶分层一次浇筑完毕啊。那么预制桩的高杯口基础的高台部分应该另行分层，它高台部分就指的这一块啊，指的是这一块啊，应该另行分层，不允许留设施工缝。比方说这就是我们这个台阶式基础最下面这一层，这一层里边你就不要再给我设施工缝了。什么叫施工缝？施工缝就是
先浇筑的混凝土和后浇筑的混凝土之间那个结合界面，它不是一个实际的缝，能明白？它只不过是一个先浇筑的混凝土已经硬化了，然后再浇筑混凝土，新旧两层混凝土之间的这个结合界面，我们叫施工缝。OK， 啊，所以说不允许啊，不允许留设施工缝，每层混凝土要一次浇筑啊，要一次浇筑完毕。顺序是什么？顺序是先浇边角，后浇中间。啊，先浇筑边角，后浇筑中间，务必使混凝土要充满模板。刚刚我们在讲人工挖孔桩的时候，如果说你桩底是扩桩的话，是要先挖中间，是吧？先挖中间，后挖四周，这和浇混凝土，这个是反着的啊！啊，注意这个啊，是先浇边角啊，然后混凝土往中间流，对不对啊？再浇筑中心啊，务必使混凝土充满模板。好，条形基础，大家可以看看放图了，是吧？条形基础，条形基础的这个深，根据基础的深度，水平分段，竖向分层。像你现在图上看了这个，就没必要竖向分层了，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就这个基础很浅，是吧？那么如果说分层的话，一般就是300到500厚。那如果你这个条形基础本身一米厚，那你可以分层了。如果你本身就三五百厚就不用分层了，对吧？如果分层的话，那每层的厚度是300到500哈。连续浇筑混凝土一般也是不留施工缝的，要连续浇，中间不设缝。连续的意思就是两，是吧？你可能浇完这一段，比方说再浇这一段，它俩的时间差异不能超过多么呢？先浇筑的混凝土出泥之前就要把后浇筑的混凝土再浇上，明白？啊，在先浇筑的混凝土出泥之前就要浇筑上一层混凝土。总之它俩的间隔不能超过混凝土的出泥时间啊，不能超过混凝土出泥时间，一般不设缝。那么各段层间应该相互衔接，每段间混凝土的浇筑长度亦控制在2、3米，2到3米，做到逐段逐层呈阶梯形向前推进。就这一段话曾经考过一个多选题，这让我想起来刚刚有个同学这个留了一段言，说冯老师去年听了你的课没过。当然这句话你想让冯老师怎么回答你的？你是想让冯老师说嗯我讲的不好，让你没有通过我很抱歉，呵呵，还是说什么就是教和学是相辅相成的。当然我要为你的学习成效负责，但是你自身也要付出努力啊，我们共同这个配合好，才能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获，是不是啊？才能有一个很好的收获。特别是实务这门课程，我觉得老师啊更多的是帮你节约时间，帮你把这些重要的啊，高频考点梳理出来，拆解开，梳理出来，告诉你他怎么考这个点，怎么理解等等，甚至是把很多点剖析开来。特别是有很多同学他没有施工经验，对吗？他根本不理解，那么老师这样一讲就清楚了，有感性的认识，这样你后面复习起来你会顺得多，连贯的多，会给你节约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时间。但是这个课下消化吸收还得靠大家。而且我说过，上考场之前，那么你如果过不了三遍，那你就不要上考场，一定考不过啊，一定考不过。好，关于这个题目我来看一下，关于混凝土条形基础施工的说法，正确的是 A， 以分段分层连续浇筑没问题，一般不留施工缝没问题，各段层间要相互连接衔接没问题，每段浇筑长度应该控制到几到几米啊？二三米，是不是？二三米，二到三米。不易逐段逐层呈阶梯形向前推进，应该是 E， 是不是哈？ E， 所以说这个题答案应该选择 A、B、C， 是不是？好，接着来。混凝土按照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根据混凝土哪些要求进行配合比设计？这个无论是这个放在这儿还是放在前面，大家都应该会，是吧？好，考察一下这个题应该选什么？有选两个的是吧？这题答案应该选的什么？强度等级、耐久性和工作度。
所以说这题答案应该选择 B、C、D 是吧？那我问一个问题，如果说是砂浆呢？砂浆的配合比我要根据什么来设置啊？砂浆的配合比我要根据什么样的要求来进行配合比设计呢？也有强度要求是吧？那它那个强度指的是什么？抗压强度是吧？啊，抗压强度。还有一个是什么？混凝土是工作性是吧？对于砂浆的话，那么它叫稠度值是吧？也就是测试它流动性的那个指标，它叫稠度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这个E，分层度，就是分层度。我刚刚看到有同学说，冯老师一遍不够可以吗？如果你自信也可以。冯老师当时第一次裸考，我给他说过没有？我第一次裸考见到是，我觉得这东西好熟啊，没问题这东西啊，然后我就去裸考了。我考完我就知道，我四门课我全是裸考，前三门考完之后我说没问题，但是到了实物考完之后我就觉得差一点，要么我幸运的话就压线过，要么就差一点，果然出了成绩就差一点。就是什么呢？里边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指标需要你去记，比方说这个桩检测的时候，我要检测多少根桩啊？它是有要求的，是吧？检测数量不得少于 1%， 且不得少于3根桩。比方说混凝土的强度必须达到 1.2 个兆帕才可以上人，我知道它有个强度的要求，但是这个 1.2 个兆帕我有可能记不动的标准。比方说刚刚说过的，说我们垫层的强度要达到 70% 以上才可以进行后续施工，对吧？那 70% 我可能记不住，但是我知道它必须达到一定强度，对不对啊？比方说刚刚我们讲过的条形基础是吧，每一段要1-3米，到底1-3米还是4-5米，这就需要你记。说我第一次考完之后我就发现，哦好，差一点啊，差一点，96分及格是吧？我考建筑的话，我当时考了，应该是考了92分，反正就是90上下。然后我第二次考的时候，我就把这个，那个时候冯老师还没有讲建筑实务，然后我就把他们讲建筑实务的这个考点拿过来，我在书上划完之后，我就有侧重点的，我就记了记，那就可以了。然后我再上考场，我是考了110分还是什么，反正108要我们110，就这么一个样子，也没有超分数线多少，我就是背了那么两三天吧，差不多吧，啊，两三天也不是，而且每天也不是完整的背，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这个基础了。冯老师就是和课本知识打交道的，而不像是你们平时工作那么忙，又不是经常和这种知识课本做题打交道，所以说你们可能花的时间要长一点。每个人基础不一样，情况不一样，普遍来说最起码要三遍，最起码要三遍啊。要想功夫深，真的是铁杵磨成针。好，下面我们讲一下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啊。那么何为大体积？前面介绍过了是吧？当体积大到这个混凝土释放了很多的这个热量，而混凝土又是热的不良导体，当它体积很大，它释放了很多的热，这个热出不去，那么芯里的温度高啊，外面的温度低，它会有温度梯度，对不对？那么如果外表面这个散温很快的话，那温度梯度很大，降温热胀冷缩，那么在降温过程当中，它会冷缩的话就会有拉应力，就可能会产生温度裂缝，是不是？所以说多大的体积算大？我们一般来说啊，当它最小的一个尺寸啊，截面边的尺寸大于1米，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是大体积混凝土。但是大体积混凝土，你看到它你就知道最害怕它什么东西？温度裂缝，是不是啊？温度裂缝。其实呢，现在这几年哈，这几年我们发现有很多这个连续墙，它体积也不大，500厚、600厚，但是也会由于温度裂缝的问题开裂，这个现象也很普遍，也很普遍，就是因为这种超高层建筑嘛，这种墙体本身强度很高，就是强度高，用水泥用的多，放热量就大。但是它如果说它的保温措施没有做好，这个降温很快，由于它升温本身很高，因为你强度高啊，用水泥用的多呀，所以升温升得很高。然后你如果保温做的不好，那么表面的温度散失又很快，
那么它就容易出现温度裂缝。再加上本身墙呢又有一个下不良的一个很强的一个约束在，所以说现在这个墙体开裂现象非常明显，二到三十米一般开四五道缝都很正常，是不是啊？当然它不影响你的承载力啊，进行一下处理就可以了，是吧？其实它也是温度裂缝引起的。那么大坪级混凝土这是还不普遍认可的，而且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办法来应对它。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坪级混凝土的浇筑方案。刚才有同学说了让我讲这个跳仓法，是不是？我们讲完大坪级混凝土紧跟着就要把去年考的那个跳仓法那个案例题给大家讲一下。那个题没有多难啊，考试的时候。混凝土的浇筑已从最低处开始啊，最低处开始沿着长边方向自一端向另一端进行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文字啊。比方说我们是一个这种长条形的这种基础，你怎么浇筑啊？沿着长边方向是这样浇筑，能明白？看我的笔了吗？这样子沿着长边哈，这样子沿着长边来浇筑。OK， 当混凝土的供应量有保证的时候，可以什么啊？多点同时浇筑。比方说我往这个方向，你往这个方向，是不是？好，浇筑还是要由远及近，对不对啊？由远及近。那么大体积混凝土的震导应该采取震导棒。我没有震导板啊，有震导的平板，但是对于大体积混凝土是震导棒震导，而且是两次震导啊，两次震导。那么在震动界限之前，那肯定是要中凝之前了，是吧？啊，要对混凝土进行二次震导，二次震导。那么排除混凝土不能中凝之前的初凝之前哈、啊，初凝之前进行二次震导，排除混凝土因溺水在骨料水平钢筋下部生成的一些水分和空隙，来提高钢筋和混凝土之间的握果力，防止因混凝土这种沉落而出现裂缝，减少内部裂缝，增加混凝土密实度，使混凝土抗压强度提高，从而提高它的抗裂性。总之目的不会考你，但是你要记住二次震导就可以了，好吧？目的啰啰嗦嗦说了很多，总之就是提高承载力，是吧？好，接下来看一下大体积混凝土的养护。养护应该进行保温保湿，保温保湿同样关键。保温的目的是为了让表面的那个温度不那么快的散去，要缓慢的降温。大体积混凝土我们不怕你升温热胀，是不是啊？你说冯老师在升温的时候混凝土不会胀裂吗？你能随便胀裂吗？基础周围不是有一些支护等等吗？有线有钢筋的约束等等，你还能胀到哪儿去啊？这些约束存在，你胀胀不起来的话，那么这个膨胀力就会转化为一种预压应力，是不是？这对你还是有好处的。所以说胀我们不怕，怕的是什么？冷缩，冷缩降温过程，那么会产生什么？冷缩会产生什么？拉应力，那个时候才会产生温度裂缝。所以我不怕升温，我怕的是降温啊，怕的是降温过程啊，所以才会有保温。保温的作用就是使你降温缓缓降下来，不是很快降下来。如果你温度很快降下来，一定开裂。在每次混凝土浇筑完毕以后呢，除应该按普通混凝土进行常规养护以外，尚应该及时按照温控技术措施要求进行保温养护啊，单独提出来。因为我们常规混凝土养护都是保湿养护，是吧？啊，中凝之前进行保湿养护，是吧？一般是浇筑后的8到12个小时。对大体积混凝土还要进行保温养护，那么养护时间多少？不得少于14天啊，不得少于14天。应该经常检查塑料薄膜或者是养护剂涂层的完整情况啊，保持混凝土表面湿润。好，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大体积混凝土防裂的技术措施。案例题会考简答题，也会考选择题哈，这是非常重要的。2019年不刚刚考过吗？是吧？啊，刚刚考过哈。易采取保温保湿养护为主体，抗放兼湿为主导的大体积温控措施。就是抗和放其实就是一个是疏一个是导。如果说你想办法让混凝土本身不放那么多热量，如果本身热量不多，是不是你也没必要特别担心啊？就因为你热量多你散不出去，所以你才要求它缓慢的降。如果说你采用中低热的水泥，那么它本身放热量就少，是不是会降低一些风险了？对吧？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以做好保温，做好温降速率，那也可以控制好，这就叫抗放兼施。我们详细来看一下啊，大体混凝土在施工之前，依对施工阶段大体混凝土浇筑体的温度、温度应力及收缩应力进行一个试算啊，这一般算不太准啊，可以试算，并确定施工阶段大体混凝土浇筑体的这个升温的温峰值、底表温差、降温速率的控制指标，制定相应的温控技术措施啊，这块没有什么考点。那么温控指标是考点，2019年刚刚考过是吧？好，那么如2020年不会在案例题当中考你了，顶多在选择题当中考察大家啊。入模温度啊不宜大于30度，混凝土浇筑体最大温升不宜大于50度，一个30一个50。入模温度不宜大于30度啊，浇筑体最大温升值不宜大于50度，两个温度。第二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温差啊，在养护阶段，混凝土浇筑体表面，这个表面不是最外边，而是说表皮以内约5公分处，约50毫米处，能明白？哎，那么浇筑体表面这个5公分以里这个位置啊，与混凝土浇筑体里，也就是这个内心了，约二分之一截面处，温差值不应大于25。那么结束养护的时候，混凝土浇筑体表面的温度与环境的温度最大差值不应大于多少？25度啊，不应大于25度，两个25度，是不是 啊？这个是浇筑体表面一里5公分与心里，这个是浇筑体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温差值不能超过25度。还有一个25度是浇筑体内部任意两点的温差值不能超过25度啊，不能超过25度。咱们二建实务，如果有同学刚刚考过二建，你会发现哈，二建实务当中是这么规定的，混凝土浇筑体表面与大气温差值不宜大于20度。这个不宜大于20度和这个地方不应大于25度，它是不矛盾的，是不是？最好不要大于20度，如果大于20度可以，但是不应大于25度，是不是啊？你要知道不宜和不应的区别，是吧？那么混凝土浇筑体内部啊，这个在这儿是吧？内部相邻两侧点的温差值不应该大于25度，三个25度，是不是？降温速率不宜大于多少？一天两度。当有可靠经验的时候，你的降温速率可以适当放宽，可以稍微大一点，比方说 2.5 摄氏度。在确定混凝土配合比的时候，应该根据混凝土的绝热温升、温升的施工方案的要求等，提出混凝土制备时粗骨量和半合用水及入模温度控制的技术措施。同学可能不明白说，哎呀，这个混凝土的温升能升到多少？比方说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屋子，如果这个屋子里全部灌满混凝土，咱们层高一般是3米，对吧？这个心里的温度在70-80度比较正常，就这么高啊，可以到这么高。所以说这样的这个这么高的温度，如果让它很快散去，混凝土是容易开裂的。那么如何让这个温度降下来？我们可以采用中低热水泥。另外一个呢，其实水工上经常用的就是，我在配置混凝土的时候，我的骨料可以遇冷，骨料是冰冷的，它是不是可以中和一下温度？那么我在浇筑的时候，那个半合用水，我可以用冰水，甚至可以用冰屑啊，冰屑。长江这个三峡工程，我那个三峡大坝，它的那个混凝土当时用的就是冰屑，就是为了降低温度。而且不光那一道措施，水工的大体壁混凝土一般在混凝土里边还要埋设什么冷却水管。冷却水管就是说不停的往那个管里边啊通这个凉水。那么这个水呢不停的循环，就把这个热量带走了。所以说在工地上，像那样的这个循环水从心里走一遍出来的水，工人洗澡都是热的。你超过45度的水你怎么直接洗澡用啊，是吧？一般42度左右比较舒服的，是吧？你就可见它那个温度会有多高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你有这样的一个感性认识哈。那么如降低半合用水，或在半合水当中加冰屑，或者是用地下水哈，骨料呢可以用这个水冲洗降温，避免暴晒啊，避免暴晒。
在混凝土制备之前应该进行常规的配合比试验，并应该进行水化热、密水率、可泵性对等对大皮混凝土控制裂缝所需要的技术参数的试验，必要时其配合比设计应该通过泵送这个试泵来验证，这个没有什么考点。大体积混凝土这有考点，选用中低热的硅酸水泥，或者是哪一种水泥耐热来着？矿渣硅酸水泥是不是？哎，所以说可以选用低热的矿渣硅酸水泥也是可以的哈。中低热的普通的硅酸水泥或低热的矿渣硅酸水泥。那么大体积混凝土呢，可以掺入缓凝，因为你温度高嘛，强度会什么？会增长迅速，所以说我们可以加缓凝剂、碱水剂、微膨胀剂啊。那么及时覆盖保温保湿材料进行养护，并加强测温管理啊，并加强测温管理。为什么？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入膜温度最高不能超过30啊，绝热温升不能超过50，还有3-25度，是不是？所以说你要加强测温管理，还有降温速率不宜超过1-2度，是吧？好嘞。超长大体混凝土应该采取留置变形缝啊、后胶带啊、设置后胶带啊啊，你比方说还有一个跳仓法施工啊，来控制你不出现有害裂缝。你一整块浇筑，那你说你内部的热量得多少？如果你分成区块呢，是不是区块中间我设个缝，设个后胶带，那你不就是这一小块呢热量是不是就少了点，是吧？结合结构配筋啊，来配置控制温度和收缩的构造钢筋。我们有构造钢筋啊，啊，抑制收缩开裂的钢筋啊。大体积混凝土宜采用二次震导，我们刚才说过应该采用震导棒震导，是吧？浇筑面呢应该进行二次抹压处理，减小表面的收缩裂缝。好，我们啊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大体积混凝土的核心问题是它混凝土本身导热差。所以说水泥硬化过程当中，我们的放热量无法释放，导致内外温差过大，因此控制的这个要点呢应该是从内外温差着手。所以考你大体积混凝土也就是从这个放热量温差控制上来考你啊。我们做个题好吧，咱们就做这一个题型吧，其他的题目我们放在下次课开始的时候。有同学之前就问过说去年考试跳仓法时候让老师给讲一下，讲完这个就可以讲了，好吧？大体积混凝土浇筑过程当中减少或防止出现裂缝的技术措施有什么呢？大家做一下这个题目。一、二，控制降温速率，这个不能选吗？不能尽快是不是？要慢一点是吧？啊，保温保湿养护，对不对？一、二、三、五，对吧？啊，一、二、三、五，再做一个好不好？呵呵，大体积混凝土养护的温控过程中，其降温速率一般不宜大于多少？这刚刚考过的，这很简单是不是啊？不宜大于多少啊？2度是吧？啊，2度非常好，再来一个好吧。关于大体积混凝土浇筑的说法，正确的是沿着短边吗？沿着长边是吧？啊，是从高处吗？应该是从低处吧，就像我们回填一样，也是从最低处回填是吧？采用平板震导器还是震导棒？震导棒是不是？所以说答案应该选择D 是吧？好，再来一个好吧。大体混凝土浇筑时，为了保证结构的这个整体性和施工的连续性，采用分层浇筑的时候，应该保证下层混凝土什么前将上层混凝土浇筑完毕？这个题你要会答对，你就能够理解什么叫连续浇筑，不留施工缝了。我看看有没有人给我回答错。错的今天晚上默念10遍啊，出宁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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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出宁前。所有的刚才我们在讲这个台独立基础的时候，台阶式的这一层要连续浇筑不留施工缝，对不对？何为不留施工缝？是不是先后两次浇筑的混凝土，后面那一层要在前面那一层混凝土的什么出宁之前浇筑完，中间就不会留一个面，对不对？好，出宁前啊，出宁前。好嘞。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下节课开头咱们就直接讲啊，直接讲2019年的这个案例题，好吧？好嘞。那么我们这一章地基与基础工程就还差砖砌体，砖砌体那块内容很简单，咱马上就结束了。好嘞，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晚安。